护士准备七步洗手法洗手，着装规范，环境准备，用物准备，自我介绍，评估患者，操作前查对，讲解操作目的、过程、配合方法。评估患者血管及穿刺部位皮肤情况。手卫生。查对药液质量及有效期。检查用物质量及有效期。第一次消毒。以穿刺点为中心，螺旋擦拭消毒，范围大于8厘米，自然带干。操作中查对。第二次消毒。以穿刺点为中心，螺旋擦拭消毒，范围大于8厘米，自然带干。检查输液器质量及有效期。将输液器连接液体袋，排气。检查有无气泡。打开留置针及敷贴，并注明日期、时间及穿刺者。手卫生，戴手套，将输液器连接于留置针，再次排气。旋转松动针芯，确定针尖斜面向上，穿刺。无张力粘贴敷贴，敷贴药完全覆盖白色隔离塞。接头部位旁开血管 U 型固定，干素帽或无针接头高于导管尖端，
整理用物。手卫生，依据患者病情、年龄、药物性质调节滴素。操作后查对。执行签名。整理床单元。手卫生，健康教育。